你唱到上了。这次我要来分享我买的这一个小帐篷，是 Coleman 的橄榄山旅游帐，它非常适合就是我在一打二的时候带出门的一个小帐篷。它的机动性非常的高，而且携带非常的方便，它一个人就可以轻松的搭帐，非常适合夏天来做使用哦。因为它这个帐篷的话非常的通风，而且你可以搭配就是在购买它的天幕，然后就可以有遮阳跟避雨的活动空间哟。其实它厉害的点就是，如果我们懒得搭大的帐篷，我们四个人也是可以挤下这个小小的帐篷。其实搭这个帐篷的速度非常的快，帐篷以及天幕搭完只需要花大概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搭设完成了。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天气好，其实这个外帐是可以不需要搭上去的哦。这个帐篷非常适合就是可能你一打二或者是一对情侣一对夫妻在做使用的小帐篷，因为它是一个睡帐，所以其实我们几乎活动的范围都在外面，所以我觉得睡觉的地方可以不需要这么大，所以我当时候就选择了这一款的帐篷，非常的可爱吧。如果要找它的缺点的话，我实在是找不出来，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小型的帐篷。那如果说一定要说出一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它，如果你要连接动力线到帐篷里面的话，就是你可能要开它原本的那个大开口前门或后门的地方，因为它没有就是单独可以让线进去的一个出入口这样子。整体来说的话，这个小帐篷对我来说非常的不错，因为一打二的话带这个帐篷我就是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在搭设的部分上面，然后再加上它的天幕，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就是自己带着他们出去露营做使用。它的配件不多，所以在搭设的时候非常的简单哦。我们看爸爸好不好？